是非常地理，就是不应该贪着的。那么现在我们许多凡夫人呢，就是不知利害啊，就不知利害。这个身体是到底有利还是有害呢？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呢，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不会贪的，就是不应该贪的，就像这个道理。习心既爱护护，其就属实。即神即勿贪嗔，何苦爱此生？啊，从这当中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是不能探着我们的这个入身呢？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把这个身躯啊当作自己的这个我所有，对他呢就是日益这个操劳，就是经常呢就是产生这种执着分别念，而为了这个身体啊，确实是前面所讲的一样。造了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恶意，就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如果动到了这个身体的本质啊，就是它的这个真相，如果明白的话呢，大家也可能不会贪得那么过分。这一点呢，作为凡夫人就是一定要就是明白。那怎么样不会对他探子呢？我们下面用这个利用自己的智慧啊去进行就剖析。那么剖析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呢，大家也清楚，就是其实这个如生和还有这个心识。那么把心识分开，就是对这个身体呢就进行这个分析。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习性的啊，就是人人都是这个就是非常这个关心呢 就是这个尽心尽力的去这个爱护
啊包养，或者说是这个纪念的这样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维护它啊，就不管是在饮食上也好，这个衣服上也好，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吃的也是这个山珍海味，穿的也是这个绫罗绸缎，然后呢就各方面的这种这个药物啊、饮食啊这些呢，就尽心就是爱护它，这是我们这个或者的社会。但这样的话呢，这个身体有没有就是它有执着呢？就是没有的啊。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再好，穿的再这个漂亮，然后给它装饰的什么样的金银财宝的话呢？其实这个身躯呢，就像是我们路边的石块一样的，它是一个无情物，它自己呢根本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没有这种感觉的。然后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尸体亲朋好友们一定会是就是带到这个按照我们印度和藏传这个藏地啊，就是藏地有这个石头林，就是那么就是放在这个石头林，当他放在这个石头林之后的话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就是鸠啊，就是那个鸠鸟啊，还有这个野狗啊，以及这个乌鸦等等，就是各种这个动物来开始这个互相这个争吃啊，就是吞食。那这个吞食呢，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身体有没有就是它有一种这个仇恨感，或者呢就是对这些动物们呢就是有不满的这种态度啊，对他们呢就是有恨之入骨，甚至呢有报复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呢？绝对是不会有的。这是我们也经常这个发现，不管是你藏地石头林的这些尸体也好，或者是现在汉地就是在这个火葬场的这些这个尸体啊，就是工人呢就是用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把它这个烧焦的话呢，其实这个尸体呢就是也不会对这个工人进行报酬，就是绝对不会有的。它呢就是完全是像那个一块木头一样的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对它就是有任何的这种报复。那么这样我们就是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身体啊，虽然人人都是特别的这种爱之，但是呢真的是他呢就是既没有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爱护者就是有这个贪心爱心，或者呢就是对他有这个欢喜心的，然后对自己的这种这个原底，也就是说刚才那个动物也好人也好，那么这些这个动物这个害怕的这些人呢，也根本不会有这个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就是嗔恨心啊，就是或者是发怒啊，或者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对抗啊争夺啊，这种现象呢就是也绝对是不会有的。从这样之后呢，我们就是完全明白，就是这个身体呢就真的是这个无情物，从他自己的本身呢，这样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没有任何这个翻译的。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话呢，凭什么就是对这样的这个不干净的非常这个丑恶的这样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进行就是爱它，进行呢执着它，爱护它，经常呢就是为恼就是这个身体而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这是非常这个不值得的，也是一个愚蠢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为了这个身体而造业，或者是生贪嗔呢，就是的确也是是这个不合理的。
这个合肥阴省城合战宁省系生机无所致引擎何所为啊，就刚才前面呢就是这个坦称方面来这个分析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称赞和诋毁啊，就是对这个身体呢也进行分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啊就是这个如何这个对待呢，就是其实他没有什么这个感觉的啊，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对他这个爱护也好，对他这个损害也好，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感觉的。同样的我们这个身体呢如果就成千上万个人呢就是经过这个多年当中就是就开始进行这个汇报诋毁就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呢，就是说你这个长得特别难看啊，那么你现在呢就是身体呢就是是依靠这个身体就是造了恶业的，犯了这个这个国法的然后违背了这个佛教的戒律等等等等，我们这个对这个身体呢就是进行这个侮辱毁谤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身体自己有没有这个对侮辱者对这个汇报者呢就是开始有反抗啊，或者说是对他甚这个憎恨心有不满的这种心态有没有呢，就是绝对也是没有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啊，就是身体呢就受到什么样的这个诋毁呢，身体他自己不可能就是翻译的，如果他完全是不依靠这个心的支配，他自己能翻译的话呢，那对尸体的这个尸体呢沾他呢或者诋毁的时候也应该有翻译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有多少人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进行这个赞美啊，就是说是你这个身体呢就是长得如何好啊，那这个身体的这个功德是如何如何，你依靠这个身体呢就是造了什么样的这个善意啊，一直常识啊，或者是你说情景的话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开始赞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话，我们身体呢就是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就绝对也是是没有的，而且对这个赞美者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对他就是好感啊感激啊，或者说是出血他这种现象呢也绝对是没有的。你们虽然讲是有个身数和这个意识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个身数呢就是其实意识在这个结束，就是如果没有意识的话呢就是身体自己啊单独不会有这个感受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应该这个清楚身体呢就是也不会有这个欢喜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呢它刚才我们前面分析的一样的，它本身呢就是是四大驾法的一种这个就是这种这个武器啊。那么这个事物呢就是它自己本身上没有任何这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话呢，那别人的这个赞叹和对它的这种这个评价呢就是其实是是这个完全是空中的风一样的，就是无理无害的啊，就无理无害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么多的这个芸芸众生啊，为什么是每天都在拼命的就是为恼不输赞，那就是不输这个诋毁，而受到这个赞叹呢就是如实的这个亲吻露凝呢，这是极其这个荒唐的一种这个这个就是行为，就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
细爱顺，如人细我神，则必为我由。总即爱既甚，何不爱众神？那么下面这个颂词呢，就是说，如果有些人说，身体呢，就是虽然就是，他对这个诽谤啊、赞叹啊，就是这些感受都没有，但是呢，我的这个身体呢，应该值得爱护。为什么爱护呢？我如果爱护我的身体，天天就是打扮呢、天天这个装饰的很好，吃的不错的话呢，就是我应该长得就是极为的，就是庄严啊，就像天人一样，就是好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喜欢我，喜欢我的话呢，别人高兴，别人高兴呢，就是这是这个度化众生，利益众生。所以我大半呢，就是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应该是让这个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我天天穿得好啊，就是吃得好的，目的就是不是为自己，就是为众生。现在很多人，也会这个说一些这方面的话。那么如人这个系我身体呢，就是在这些人呢，就是变成了我的这种这个朋友就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对我的身体这样关心的话呢，我们之间的关心也是和睦相处，逐渐逐渐呢，就是也这个就关系非常密切。这样以后呢，度众生啊，各方面方便，有些人可能也这样说的。但是这种这个说法呢，当然这个有一方面的这种对的，就是你让这个别人高兴呢、利益众生呢，如果纯粹是这样的心态的话呢，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可的啊，就应该是合理的。我们只要是对众生的心里面哪怕是一刹那的这种快乐升起来的话，那就是也应该就是全力以赴的去做，这就是菩萨的这个行为。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这个合理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番这个这种爱心呢，或者说这样的发心的话呢，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天下无边的所有的众生，这个大致一些这个天人和小猪蚂蚁以上的这些众生的话呢，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身体啊，就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啊，就是每一个众生的话呢，就是都特别的疼爱自己的这种身体。那你为什么是不爱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身体呢？因为你唯一的这个条件呢，就是众生欢喜，所以呢，就是我要这个喜欢我的这个身体。那这样的话呢，众生欢喜的意呢，不仅仅是唯一的你的身体，还有呢，他们各自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也非常的这个喜欢。那这样一来，你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呢，就是一模一样的。你为什么是跟你自己的身体，跟外面的这个牦牛的身体，或者说一些这个大象的身体呢，就是一样的，就是疼爱，就是是指的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呢，恐怕不是我们凡夫人呢，只不过口头上说的漂亮话而已的。实际上归根结底呢，就是爱自己的身体，不爱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如果我们真正的一些道理上分析的话呢，就是爱众生呢，就是是这个非常值得赞叹的，就是是这个至高无上的啊，就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实践人呢，也应该就可以这样分析吧。所谓的爱啊，所谓的爱呢，就是应该有两种，有一种呢就是是自私的，有一种呢就是是无私的。那么自私的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实践的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呢，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那个这种这个感情呢，就是你和我之间呢，就是朋友。现在实践上很多人说是这是一种利用的这种朋友，就是因为一旦你们之间就是互相要需要利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我的这个朋友。一旦就是你这个对我来就是不起作用啊，或者是对我不好的时候呢，我开始拼命的就是宁可我害你的也可以，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你对我不负责任了，那个时候呢，我并不是真的很喜欢你的，我杀你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实际上的有些，那么这是不是真正是对他的爱呢？肯定就是不是的。如果是无私的这种爱，无私的爱的话呢，那么你这个众生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只要你快乐，只要你欢喜的话呢，我就心里就是非常的这个快乐。那么这种呢，应该说是现在的这个我们佛教的这个爱啊，佛教的这种博爱的话呢，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啊，没有条件的让他这个快乐，就这就是我的这个希望，也就是我的这个目标。所以说呢，真的是这种这个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伟大啊。就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一般的一些这个自私的和一些小范围的这种这个爱呢，就是根本是比不上的。
善用这个身体啊，就是善用这个身体的方法。古饮逆贪者为总摄祭神，此身虽多患三勇入宫举。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分析之后呢知道自己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爱自己的身体呢非常惭愧的事情啊，就是这是与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真的是这个害众生是更可怕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前面也说过，你一般来讲呢就是不爱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跟众生的身体都要这个一模一样的，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呀，杀别人啊，或者是打别人，这是大乘修行人来讲是真的是相当惭愧，也是极其可怕的一件这个事情啊。首先要明白，就是逆贪的这个就也就是说是这个逆，一定要就是逆开，就是对自我的这个贪执，然后对自我的这种贪执就是断除以后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想到就是这个把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自己的快乐呢，就是不是给众生，舍弃给这个众生。以前呢我们这一点没有做到的，前面也讲了，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呢，就是一直害过众生，不但是一般的害，而且呢可能也杀过众生啊，是为了就是我们这个屈辱身体呢，我就吞噬过其他的这个众生，这是多么惭愧的事情呢。那么我从现在开始呢，依靠这个大乘经典的这种这个趋势啊，就是能明白因果的道理以后呢，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发布誓，就是我再也就是不害任何众生，就是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就自己就是发愿，然后呢就是将自己的身口意也好，就是将自己的拥有呢所有的这些就是像进行祭礼的啊，就是布施给这个众生。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虽然就前面说的一样的，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过患呢，就是贪心啊、嗔心啊，以及呢就是身体本身呢就是又不清净和空怖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过患。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利用起来啊，就善加利用的话呢，其实这个呢也可以就是成为这个解脱的因啊。以前在前行里面用一个教证，说是这个活持人身报德母尼难避，诸无厌离者岂不见空号啊，就是岂不见空号，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获得这个人身的话呢就是这个人身报啊，比我们得到这个牟利报还难得的啊，就很难得的。可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呢没有厌离心的，没有处理心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难道不是把这个人身呢就是拜拜的已经空好过去了吗？每几生当中就是遇到了这样的这种这个人身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佛陀在中般若经里面也说了，说是就是一个菩萨，就如果是自己也心慈善法，让别人也是这个心慈善法的话呢，这就是具有这个具有价值的人生。
般这本错能抓住安详满足个人满足自责的满足个人满足自责满足个人满足自责